接下来用最大的劲儿唱出最柔软的声音，腾格尔老师。无所谓，无所谓，忍耐去。比刚才还疼。何必让自己痛苦的轮回？无所奈何。叫个救护车吧，给你，谢谢。老这么用嗓子就有所谓了，我跟你说吧，殷秀梅老师。无所谓，无所谓，何必让自己痛苦的轮回？还得带点花腔啊！哎呵。声音太棒了，快请坐，快请坐。哎呀，我们还真没听过殷秀梅老师唱的《无所谓》。哎，他唱完这个，李佳，你知道我有一个什么冲动吗？什么冲动？我想把他给解剖了，想看他到底是谁。对对对，我想看看他到底是男的是女的。哎呀，真的很不容易。刚才他有说过，他原先的职业就是22岁之前。你看这个而且我们还看到有一个你跟你作品的合影。对，这是什么？这是猴年的时候雕刻一个孙悟空。当年这个厨师是主要学这个雕工吗？还是说都学？我爸爸以前的就是厨师，嗯，是以前我父亲就是画画或者雕刻这一块特别好，我呢就多少有点随他了吧，这一块遗传了点。除了这个刚你模仿的这些歌啊，我听说你最近其实还出了很多的单曲是吧？发行了自己的一首新歌，叫《过关》啊。那么同时呢还有这个谁家那小谁啊？谁家那小谁呢？在各大媒体平台翻录的也挺多的啊。哎，我看他们在那个短视频上，很多人都用你这歌。对，用你这歌跳舞来着。啊，感谢叔叔阿姨们。海涛，能不能给我们展示一下这谁家那小谁啊？来吧。啊，好，舞台交给海涛。是谁家那小谁看上隔壁那小妹，花一样的年岁比花还要美，小谁爱上小妹，小妹爱小谁，咱们两个情投意合，天生的一对。我是谁家那小谁看上隔壁那小妹，青梅那个竹马，竹马又青梅，小谁爱上小妹，小妹爱小谁，咱们两个情投意合，对面唱山歌，山歌悠悠荡荡飘进我耳朵，歌声那么熟悉，那么清澈，是不是小妹在想念我？听，是谁在这边轻声和，歌声轻轻柔柔飘进我心窝，声势那么喜悦，旋律那么和，是不是我的小妹她想嫁给我？我是谁家的小谁看上隔壁那小妹，花一样的年岁比花还要美，小谁爱上小妹，小妹爱小谁，咱们两个情投意合，天生的一对。我是谁家的小谁看上隔壁那小妹，青梅那个竹马，竹马又青梅，小谁爱上小妹，小妹爱小谁，咱们两个情投意合，永远的一对。我是谁家那小谁看上隔壁那小妹，花一样的年岁比花还要美，小谁爱上小妹，小妹爱小谁，咱们两个情投意合，天生的一对。我是谁家那小谁看上隔壁那小妹，青梅那个竹马，竹马又青梅，小谁爱上小妹，小妹爱小谁，咱们两个情投意合。